赛罗，你个吃货，快别吃了，这都12点了，小赛罗还没回来，你也不担心就知道吃，你赶快给我去找他啊。急什么啊，他会出什么事，让我吃完再说。爸爸你快来救我，我在天台上玩，有一群绿色红眼怪兽一直在追我，我快跑不动了呀。这里这么高，我看你往哪跑，乖乖的跟我们走吧。我的妈呀，小赛罗现在很危险，我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才行，可是我刚才吃了很多东西，速度明显下降，我把我的帅照发出来，如果有人相信光，我就能充满能量，以最快的速度去救小赛罗。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光吗？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。你们快看啊，那个人是不是赛罗啊？怎么长了胡子还被绑在石头下面，看着好可怜啊。看着有点像。哎呀不对，他就是赛罗啊。走我们去看看，快快快。快，我们一起帮他把石头推走。这石头好沉啊，推不动啊。哈哈哈，现在的光明奥特曼都这么弱了吗？一个石头都推不动，我都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发现，我一个个的都给我石化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，真弱。没意思，走了。这个可恶的贝利亚又来欺负我们光明奥特曼，看我怎么去收拾他。我把赛罗他们的照片发出来，大家觉得帅，他们就能吸收能量，解除封印，和我一起去打败贝利亚了。江湖一笑难滔滔，红尘几望了，俱往矣何足言道。当天一笑笑不老，好心学会